再来看强烈风台潭尾，昨暗在菲律宾的鲁宋岛东北部登陆，透十级强风，太平洋的沿海各省灾情是真严重。目前已经造成超过26个人死亡，有超过160,000人撤离避难。大水雨一直落，强风也将落手吹到用不断去。风台潭尾第一日是暗时登陆鲁宋岛东北部，过扫过归鲁宋地区，各地拢出现淹水到一丈楼高，居民被迫撤离。Lilitas po kasi binabaha po kami doon. Okay. Nagsabi po yung barangay na lilitas kami. Kasi nga mahirap na yung mangyari ulit yung nakaraan. Lilitas kami, malaki na yung tubig. Kaya hanggat maaga, lilitas na kami para hindi kami mahirapan.潭尾是第二集在西太平洋海边形成的一大型的气候，然后第二集集三前后升级做轻度风台加强烈热带风暴。为登陆进程到扫过菲律宾北部、鲁宋岛各处，尤其是太平洋沿岸，拢传出淹水加土石流灾情。其中灾情最惨重是鲁宋岛东南部的比克尔地区。目前已经知影死在风台的案例当中有14人死在当地。除了大水雨，潭尾也带来强风，上大连续风速是每点钟95公里，相当十级狂风，上大阵风甚至达到13级。所以，即使这一天，被迫取消的民航班机有十多班。另外，针对潭尾刷电当路线各省，菲律宾政府已经要求学校和企业机构停班停课，外汇市场也停止交易。外电报道指出，潭尾通过鲁宋岛了后，北港接着热带风暴。暗过无偌久，阁升级做强烈热带风暴，同时向西进入南海海域。公司新闻，徐佳人编译。